喂，你能像我这样把水蛇玩出花吗？你连抓都抓不住，还说玩出花？玩出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可以自制水蛇。你是不是又想像以前那样用密封袋来制作水蛇？我不用密封袋也可以自制水蛇，真的假的？那如果真的做成功的话，你这些水蛇都要归我。那如果不成功呢？那我再给你买十个水蛇。好。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很特别的小气球灌上清水。气球灌满清水之后变得超级亮，亮片呢也是不停不停的，超级的仙气哦。我们要让这两个小水球变得滑不溜叽的，抹上甘油，抓一肚子水蛇就完成了。我实在是太心灵手巧了。你这哪是水蛇，明明就是水球。不管它是水蛇水球，抓不住就可以了。哼，我就能抓住它。我就不信了。我天哪！哇，你这肥爪子，烧起来吧！给我起，给我起来！给我吃，给我起来啊！真的抓不住了。大姐，你做的水蛇比我买的水蛇更加抓不住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手工小达人，厉害。所以这个水